为什么要沾面粉呢？防止它吸油。这个面包啊会吸油啊，所以表面上要一层面粉。对，好，比较那个的话呢，它会用牙签啊，四个点啊，把它固定住啊。好，沾钢粉。今天老师在吗？一般这样子放在冰箱冷冻，你看它要多少哦？就是说，他讲话对，哦，你看它要做很多的时候，它就要这样。用牙签。对呀、啊，哇，你看做100桌也要这样，那个炸到手炒了。